那目前分差都没有出来，在低降快北风的时候，对下啊。雨这个机会要把握，因为连二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常常连二的。他真的就是一把自摸就逆转了。是啊，而且是延续公式哦，他现在是听中动二条啊，卡二，会不会吃我失的落。世界？二条还有三张欸，三张是很多的，而且这么早期。早期的二条还不错，有没有双节棍？没有。浩克连那个歌他都能评论，对，我刚才在偷听浩克到底在讲什他么？评论我们的谢金燕国民姐对，姐在那啊。边唱歌啊，你的上家都已经听牌了，还有心情在那边唱姐姐。啊，哈，连唱歌都我可觉得以。其他人是有在呼应他，还是随便跟他？哦，还是敷衍他？我也听。我们想听吗？哇，哇来哇了，来了，双节棍。一波攻势，连二自摸，你看这个还在哈拉的同时，人还家哈就已拉，经。你在哈拉，对啊。笑鱼连二自摸，中动啊。哦，这个重要。27400，看一下会爬到几分？连二自摸卡张，6台以上了，7台24002000哦，进账7200，太可怕三万四了！千六。但是我觉得笑宇这把牌没有对错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他的一个习惯。对，就是看到被碰对，走被了碰嘛。走一边了，那我就留来五桶，我就来个留个卡六，其实没有必要性。看这个人的边牌感，哇，浩看到克了二三四条，浩克是听卡八，8万。卡八应该是漂亮的，因为六九全碰死了。对啊，虽然笑语一对，但还有2张。来了，哎呦，应该是来了，对啊，一定，对，打得那么轻松，就是来了，14万听牌。那这边云龙哥听到最好的14万。边三饼，会不会一发就中呢？14万哦，这个中了就真的伤害蛮大的海底一张一，一张四。会不会？哎哎呦，呦！冲了冲了，一四万很多哎，好像还有5张哎。5张，海底只有一张一跟一张四啊。然后巨爆颗1张，这个中6桶这太关键了。哦呦，哎五呦，张哎。那8万，8位是2张，一算是5张，还有三饼，我们不能忘记，还有可能三饼的云龙兄，没有，哇！那是连我都跟着都杠上，难上加难，哇！天哇，一波流啊，太可怕了！哇，这个字幕很有气势啊，对，他还自己喊杠上，对，重疾呀。你看这个笑语那个表情，非常的自信爆棚，对，连三杠上自摸。这样子，其他三位选手就有压力了哦。这个连二连三都是给他摸上去的。在四取一的时候，这是最麻烦的情况。四取二的时候都没关系，因为你可以争第二。四取一是很麻烦的。好可怕哦，这个连。